我秦尚城想要的东西还没有得到。海盗来了！惊喜吗？这些都是我为你准备的。准备什么呢？大嫂好。放你床头，行。等会儿。你无耻！向城，你到底知不知道我在想什么？他是想成为行侠仗义的女侠，那就让在下助花花大侠一臂之力。云鹤大侠，不行，得想个办法治治他。明白，老大，你不听话是不是？那你别给我动粗喽！大哥，是让你把他哄走，没让你把他打晕呢。你怎么会跟这种不入流的人混在一起？你跟他怎么了？还是他怎么你了？若不是四公子一再纵容，如儿恐怕也不敢如此任性了。这云鹤大侠和唐楚爹太默契了，真不愧是神仙眷侣啊！说死你！你从头到尾都没有了解过蓉姐姐，你根本就不知道她在想什么。到底疏忽了哪一点？强城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你亲口对我说，你爱的人是谁？哎，等等，忘了自我介绍，你呢？可以叫我花花大侠。